Hello. Hi. How are you? Hiyo. Baki. Rodrik, my name. Hi, I'm Rick. Monica. Hi. Are you guys from Germany? From Germany, yes. You guys all right touring? In Malaysia, okay, 2 months. Yeah? I start in Germany. You start in Germany, wow. How long already from Germany? 14 months. 14 months? 20,000 kilometers. Woohoo! 30,000? 20,000? 20,000 kilometers! Oh. I was only 1,300 kilometers. Very far. Can you picture? 58岁。八六十一岁，真的不可思议了，真的太厉害了。朝马六甲海峡的巴东渔村地区，沿岸自然生成的沼泽地和红树林是候鸟的天堂，也因此而吸引了许多观鸟和摄影爱好者的到来。阿郎 ，Hello， 你好，你好阿郎，我就是 Rick 曼鸟。你好，你好，我是 Bucky。你好，在看什么？在没看什么？哦，就是那个黑色那个，他大哥那个吗？对对对，那个是兔冠。哦，好像人这么大只哎。对，它身高大概有120 cm。哇哦！我没有真正的去研究过候鸟还是什么，可是昨天我到现场，然后阿兰就给我望远镜去看，我整个是会吓一跳，因为我没有想象中那个候鸟可以大到这么大一只。一般上冬候鸟，我们讲 winter migration birds， OK 的那个 season 是每一年的11月到3月这段时间。它现在4月的，还有一些还没回去了。很大只那个鸟，没有，因为我这样子看过去哦，因为那边有一个人在抓东西，是吗？对对对呀，在抓。它跟它的 size 一半的。它成年的鸟大概站起来有120公分，那个 wing spread 就是它的翅长大概有，就大概跟它的比你这个还大。对。哇，这样假如说做几根 wing 的话，就很大的跟几根 wing。它是做马步的，是马步的。马博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不过它附近都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态，比如说你们看到这个海岸红树林的生态啊，还有我们麻河的一些河岸的红树林沼泽生态，还有我们有很特别的一个苏埃马地，就是牛二湖。跟阿兰听他的讲解，看着那个鸟，然后吹着那个海风的时候，真的是很非常的舒服。阿兰，阿兰。不是说还要去别的地方，要看其他环境。对，我们现在骑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坐船看一下麻坡河的生态。好，走。在生态教育这方面，或者生态旅游这方面，在我们马来西亚还是算比较新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大家从小就是你父母那一辈下来的话，还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很普遍。嗯。所以你要改变他们的想法，就要需要一段时间。不过现在资讯很发达了，大家慢慢可以接受这样的东西。所以也有一些年轻一代的父母，他们也很愿意把这些小孩子送到野外去体验这个大自然啊，或者是去红树林走烂泥啊。这个度假村它整个主题整个概念是你想出来的啊？这个当然是从年轻的时候哦，就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要给有人来玩哦，所以我就创了这个三八湖。这个树我从40年前就有保留这个树了。老板，这也是你做的吗？啊，那个是我亲手做的。你亲手做的啊？亲手做的。我可以上爬上去了没有？可以了，可以了。在生活步伐缓慢的麻坡，我们的心情也随着轻松了起来，说着笑着也悄悄迎来了日落时分。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条河比较出名是有乌当干啦，大头虾。 Thank you. 好，阿达乌当的，阿达乌当的，我欢迎哦。
哎呦，哎呦，啊，前面有那个鸟，这个是中白鹭，中白鹭，中白鹭。然后这里就是那整片红树，对，整片红树，两个河岸都是有红树，所以你会看这种淡咸水交界，对，它有一点不一样，就跟海岸红树有一点不一样。然后你有看到那个有一根一根那个 bamboo 吗？那个是他们捕鱼的方法其中一样，就是在涨潮的时候，他们就是插这个，然后挂那个网。OK， 因为涨潮鱼会跑到里面去嘛。对。然后退潮的鱼就全部卡在那边，那我们就 collect 了。生态旅游就是除了让你去观察动植物的生态，其实也让你去了解如何去保护它们。为什么很多人需要有时候要自己的空间，要让自己平静下来？其实平静不只是你睡在床上平静，应该是说你看到很多东西，看到很大自然的环境的时候，你的心情自然会调好。它有一种让你调好你心情的一种能力，所以环境来说是很重要的。环境要舒适，你自然就整个人就舒适了。我觉得今天我们整个行程的安排都很顺，很顺畅。然后最顺畅就是因为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你看我们还是可以看在这条麻坡河，然后是看着那个 sunset。在坐着船看到那个夕阳的时候，整个人突然就觉得很平静。夕阳是 it's the end of the day， 太阳上山的时候 it's the starting of a day。但是如果你把夕阳看成是 closing of one chapter and opening a new chapter， 我看着 Rickberg， 看着野汉，看着整团人，我就觉得 you know what， tomorrow is going to be a new adventure， and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恩，因为可以在这么美的状态里头关着过去的一个 chapter。大家早安，来早安，来大家早安。啊，还没有睡醒。来，我们可以出发了。江江是你带我了咯？不是啦，我是刚好是静静地主之一，然后带你走一下这个甘蹦甘蹦的感觉，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变甘蹦小子。OK， 我们全部甘蹦惊。从以前到现在，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个甘蹦它什么最大的变化啊？我觉得像这种甘蹦的感觉，像有一些地方都已经慢慢的在砍伐，这是全世界不变的定律，都一直在砍伐，所以这种乡村地带会越来越少。其实这个我们应该尽量的保存它。像你在这一个甘蹦或者这一带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小时候在那个小龙沟里面啊，捉蝌蚪啊，就在沟渠里面跳来跳去，像一个野男生这样子啊，虽然是女生，好好玩的啊，是。我觉得这种怎么感觉呢？是现代在城市的小孩是无法去想象、无法去感受的一种。是的，是的。对对对。这是一个政府做的码头，来你们看看你们的右手边，这种是老鼠乐，是一种红树旁边这些沼泽地上的植物，它长得很特别，就像老鼠的肋骨一样，所以它叫老鼠乐。这些都可以做成克兽啊，可以给我们吃，可以治克兽的。啊，真的是有刺哎！啊，你看它这些刺啊，是从它叶子那边长的，但是你斗下去的时候真的是很尖哎。什么？巴基？这是公的，这个是母 的。平时下午两点，他们都会把这个公的、母的同时间放出来，然后他们就往河岸线走，走两个小时就自动回来。自动回来哦，自动回来，不用赶羊的。不用赶羊的，然后他们就趁这个时间可以清理他们粮食里面的粪便、肛脏，然后给他们食物，所以他们有食物的诱惑。他们一回来就有一大把的食物可以吃。哦。Hey, Sayang. Hello, I'm
Look at that, it's so cute. 哦，漂亮哦，这有白色的。Look at that. 其实这个阿卡就是说，它这里的羊是吗？是供应很多马来人阿基卡。 Akika 的就好像当你刚刚 give birth 嘛，对不对？对。然后给孩子 Akika 的一只羊，就是来自这边的。这 Akika 是这种供应的。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my watch? Do you want to eat my watch? 我觉得因为它很强，很韧啊，很韧。可是它眼睛，啊，这是树哥，这是树芒，这是树。 一觉醒来，能够像这样骑车在乡间的小路上，沿途的老房子、清新空气，充满古早味的早餐，亲切笑容和一大片绿意，竟然给我们一种回到童年的错觉感。我觉得今天是最开心的一趴，是因为我们来到这个麻坡的尾仔街，探吃街了。刚刚经过的时候，看到很多建筑都是非常古早的，就一九一多年整百年历史的。对，所以是你一进来感觉是哇哦，这里是应该是隐藏着很多传统的食物。对，尤其是呢麻坡有一道很出名的食物，那就是叫做哦大哦大。为什么麻坡人讲麻坡的味道最好吃？它是什么特别？那个味道。 我们辣椒真的啊，一个人可以讲，我们辣椒讲好吃，一个都讲香了，好吃。好，谢谢你，Mr. 大大。我要养三艘，我要菊花茶哥。你本人也是麻婆人？麻婆人来的，妈妈做60多年了。你卖60多年了，哥？站在这边就40年。哇！站这边，以前从那边下来，我13岁就跟父亲做到现在了，76。 短短一条老街道，两旁售卖的是麻坡人的道地口味，亲切和美味。从麻坡离开后，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行程往古城马六甲前进，看着马路两旁的传统木屋和椰林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哇，Assalamualaikum。 这建筑物的颜色好美哦，它很特别嘞。有看到有龙哎，你看它雕刻看到吗？那里黄色的是龙哎。对啊，可是它又不是华人屋。我猜测呢，它这边应该是有参与一点来自中国、来自马来、来自印尼的那种 concept， 一种 fluence。 马六甲的一个特点哦，就是它的楼梯，你有没有发觉到它楼梯是这样子开的？马六甲的屋子就是很多就是这样子开的一个方式，是因为它是欢迎人家进到它屋子。哦，好吧。喂，陈铁牛吗？你好，小兵的爸爸。我叫罗斯兰。罗斯兰，阿伯，其实，什么样一个？在背后，你是巴黎屋吗？你？ Di rumah ni, Randy ni daripada Palembang tapi dia macam orang besar orang kaya lah. Dia buka rumah kat sini lah, family dia kat sini. Boleh tak kami? Boleh. Masuk ke tengok. Rumah. Masuk sini. Masih. Ni serambi dia kan? Ah, ni serambi dia. Serambi dia. 为什么这个假的构造是矮中，然后还要再上？其实这个构造哈，不只是买屋子，很多贵族的贵族或者是那种皇宫是吗？它是从最低到最高，因为当你要见皇上啊，还是你要见苏丹的时候是吧？你不可能跟他同坐。哇哇哦，感觉上看起来有点像我们这个龙椅啊，像皇上那个龙椅。它根本就是一个龙椅的。 Ini singgah sana dia. Ah, singgah sana untuk masalah penduduk kampung tu. Dia akan duduk situ mendengar masalah rakyatlah. Bang, mana satu tiang seri rumah? Tiang seri dia ni.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当你建一个买屋的时候是吗？最第一个plan下去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一间屋子能不能够站得稳，是这个。所以他们就说，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个妈妈，就像一间屋子的tiang seri。 以前的建筑就是一种很伟大的发明。对对对，然后我是觉得马六甲是一个非常的特别，是因为他们融入了不同地方的建筑方式，然后那些知识就好像中国带回来的一些知识，从阿拉伯带回来的知识就融合在一体，就在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管理里面。为什么他们说马六甲是在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文化或者是历史上的一个起发点呢？就是因为这个它 它以前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港口来的，也可以算是什么所谓的文化之都。对。
光。在马六甲郊外地带的老房子，虽然不一定像 Gallery Abdul Ghani 一样富丽堂皇，可是都保存得相当良好。就这样悠哉闲哉的一路骑车，停停看看，转眼就来到马六甲市区。欢迎来到马六甲，欢迎来到马六甲。我们今天住这里啊。对对对，我们今天住这边。开哥，谢谢你啊。这就是我的啦。你喜欢啊？你喜欢啊？加油加油！那要飞你啊？飞我就不用了。马六甲培丰中学的大型活动将特别展出一个由脚车发电的巨型垃圾怪人，借以传达垃圾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从活动的两个星期前，一班师生就开始如火如荼投入制作。这个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做，所以的话现在还在摸索中，希望星期六可以成功。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培丰中学，下午呢就有培丰的一班学生跟老师们呢都在装置这个垃圾怪物。原本预期今天能够完成的这个整个 project， 最坏的消息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造型就是脚短身长，所以无法站立吹起的这个时间不能太长，所以是算是一个小失败了。塑料怪人，我们是用塑料做成的，然后目的是要提倡环保。这个怪人目的是给大家知道，其实塑料是一个不好的物品。就如果你出去购物的话，就使用环保袋。然后这些塑料的来源都是我们跟全校的同学收集而来的。我们今天主要是做关于那个环保发电的那个发电机是否脚车用，单单设计那个脚车架的方面的话，就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这样子。那个支撑点不好，导致这个铁歪变形啊，歪掉，所以现在的话，我们要加一支铁给它支撑起来。这就是培丰啊。Hello， 我们要去找科学实验室。对不起，请问你们自己知道科学实验室在哪里吗？二楼。大王学校。走进这些学校啊，让我想起我以前在宽中的那种日子，连它的那个味道啊，那个事务处的味道是差不多一样的。饮水思源，化学，物理实验室，找到了。老师好。现在的进展如何？第一次开始做是比较早期，大概是两个星期前这样子。等学生们考完之后，他们做了之后呢，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星期二我们再重新做过一个，但是那个体型太过大了，所以不能够很好的站立起来。所以今天再重新做。明天就是活动了，对，老师怎么办？今天熬夜都要赶出来了。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因为明天就是活动了嘛，而且是我们最后一场活动。然后今天是很开心，是因为可以看得到他们筹备整个活动的那个过程，然后才发现原来其实你要准备或者是你要筹备一个活动是多么的困难。有压力吗？现在，因为明天就是那活动了，然后现在才做到大概有多少八千是完成的？如果要这样子看来的话，应该是20%。只完成20%？对，因为你有，我给他，你不要给他压力啊！只有22小时哎。其实现在我觉得我替这些是学生紧张，因为呢，他们做了一次，然后呢又不成功，但是他们至少再做过一次，但是现在呢，他们有少过24小时的时间。然后他的那个脚、身体跟头方面连在一起，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可以在明天
之前完成整合。看来现在的状况是还没有说很理想。刚才那个风也是蛮大的，它一撞到那个风，它整个东西就这样子歪掉了。现在目前第一只脚都好像没有说很理想，可以把它整只站好。不要讲没有，不是说没有很理想，就是根本都站不好。会不会担心？会啊，会有担心。因为现在的话，我负责另外一项东西的话，到现在的话，那东西坏掉了，需要在维修当中。你们维修什么东西？就是脚车发电的，那个转换器，电压转换器。你下午去看一下吗？这是我们实习工厂工科的，这个就是它发电架。发电架？这个是发电机吗？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摩托来的，它中间的一个摩托。对。所以的话，我们就打算用这个发出来的电去充那个汽车电池，然后再用汽车电池。把它接去那个我们刚才拿去送修的那台机器，然后再转出240的电，给那个刚才那个风机啊发电，给那个风机发电。对，所以你们现在两个project都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的电没有做好，他们就无法给它吹起啊，所以你们压力更大。是，因为这个发电器如果他们做不好的话，他们就无法发电给那个 Skydancer 的那个风那个机器，两边做不好的话，那明天的那个活动真的是会算是失败的一个活动，但是希望说他们赶得及。这个跟这个是要连接起来的，那断了哦，断了，拿去烧锅了。好像刚刚他们整个过程就是一直会出现很多状况，所以他们无法去完成。看到大家一直不断的很有耐心的一直是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把明天的活动做好，所以他们的那个精神，我本身是觉得说我非常感动。然后我这边的话，这只是纯粹给他那个。这是他们24节令鼓里面的叫做这个传承的，有这个传承的意义在里面，也希望说我们这个环保的这个动作可以传承下去。帅，看来这项由导师带领、学生全权主导的新尝试，正在经历一场极具挑战的阵痛过程。虽说学习的过程比结果重要，看着大家挥洒着汗水拼命努力坚持，我们真心希望这两个意义非凡的作品可以赶在最后十几个小时内完成。其实是完成了80%了，所以要稍微等一下回来做一些整理，然后再试给它停起来就好了。晚上？不要，晚上我们会回来，大家努力。好，再会。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感谢他们这样多天来的为这个活动的付出，感谢就三位老师在旁边一直领导住我，然后还有电子学会的同学，还有我的团员。希望我们明天是可以以成功的方式去庆祝，帮你祈祷。